先生过寿，无德福也不回来尽孝啊！嗨，他们是做大事情的，忙，不像咱们这个小地方这么清闲。啊，是我们清闲。老爷，顾小姐在那儿盘查彩礼呢。行行行。哎，孔局长，您看我是什么地方得罪您了？您非要选择今天给我一个下马威啊？ 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最近祥城市面上不太安宁，我也是为了您的安全考虑。您就是为了我的安全考虑，也不能把给我送礼的人一个一个的查吧？放心，人手多，很快的。放心吧。吴菩萨，我给你送金珠来了。感谢感谢。哎呀，送上黄金了，快快快，请客人去贵宾室。啊，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吴良儿。 哎呀，同喜同喜同喜啊！我给你送屎来了！哎呦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把我儿子逼死在老爷庙里，你还卖了我儿媳妇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等等等等，放开，放开！老人家，你刚刚说什么庙？老爷庙。坏了，猜错了。老人家，你随我来。哎。 回家再看。啊，给我看看！谁能想到纸条上的老爷是老爷庙？袁淳风是本地人，他肯定知道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袁淳风告诉张驴子该怎么害我。我看看。哎。 有件事我要和陈天官商量一下，我先走了。你为什么不给方栋看？你俩是不是因为张驴子闹别扭了？你偷听我们说话。你现在要去哪儿？这不很明显吗？你怎么又去找他呀？他不是跟你一刀两断了吗？那是他要和我断，又不是我要和他断，这是两码事。 你从来都不主动找我，我生气了你也不哄我，因为我不爱你。你这样讲很伤人的。那你就离我远一点。想让我离你远点。